我称它是一座会呼吸的美术馆了。它是整个大片的落地窗，你直接看到整个城市的川流。是对我来讲呢，它也是一个没有围墙的一个美术馆。我们这个北师美术馆 JMANTU 这个大学美术馆呢，我认为它有两个很大的资产哈。第一个资产呢，就是这个学校的历史的，我们的前辈画家十个里面有八个都是这里的毕业生哈。我们这个美术馆又拥有大都会博物馆在2006年的时候长期借展给我们的19世纪的石膏模制品，所以这一次的开馆大展呢，我们就从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资产里面来发展的哈。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这个展览呢，就是从米开朗基罗的这一件作品开始发想这样子哈。虽然它是一个大学的一个美术馆，但是它是对公众开放哈，而且呢，它是有非常好的当代性格，所以我们也希望以后在这个馆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展览呢，是有它的独特性，有它的特殊的观点哈。那这是我们会努力追求的一件事情。各位眼前这个米开朗基罗这个 Day 这个作品，它实际上是属于一个很大的一个雕像群组的一部分哈。他是在佛罗伦斯的那个麦迪奇礼拜堂里头米开朗基罗他受委托去完成他们等于说家族墓室的礼拜堂那后来看一些资料发现那个头部的回望的动作非常重要，脸部那个眼睛的部分呢就是比较凹陷，眼球好像并没有很明确的刻画，一个说法就是他未完成，就我们前面讲未完成。那另外就是他好像是在面对回过头来面对一个敌人，勇敢去面对敌人，可他看不见一个敌人那代表盲目，那个敌人就是一样就是死亡了就时间带的死亡从这里面去发展了三个主题一个就是这个回望的主题，回过头来回望的主题那另外是这个背部的凸显，所以我们就借了罗浮宫的作品来凸显这一点。那另外就是当然跟这个墓室整个主题有关，就是一个 Memento Mori 忆起人是会死的想起人是会死的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当然这个展览的一大特色就是我们有美国大都会的收藏，我们也有法国罗浮宫的就是素描还有很多西方当代艺术中重要的作品，那还有我们台湾我觉得都是各时代的翘楚艺术家。像降生就是讲说很多小孩从天上掉下来，那当然讲是一个生命的诞生，我们到了这个到了地球以后不晓得会长成什么样子，就长得千奇百怪。可是不管怎样，就是说，其实我们面对的是说，在这个地方能够存在这里，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存在感，就是一个信念，就是应该值得赞美的那样。对，我基本上希望这个作品之间是一个开放性的对话。所以那很多的找的作品，它可能同时有一到二个主题。好像刚我们在头上看那个 Viola 那个作品，它同时就有那种水柱那个强烈的冲击那种灾难那种感觉，然后突然面临一个死亡，然后就那个灾难结束之后，那种是不是人会互相去扶持那种感觉。可是他同时有一个人物就在那个结束的时候这样子站起来起身，然后面对我们回望一个，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回望我们看着我们，还是在呼唤一个什么，看着远方呼唤什么。然后 Saint Peter Johnson 这个是直接跟米开朗基罗那个皮耶塔那个我们一般说圣殇或圣母动子像跟那个作品做对话的一个作品。所以我希望这个作品之间有一些就是相互回荡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